思勳。今日咧，我就會介紹呢個大象兒子公園。有咩玩嘅呢？有咧隧道滑梯啦，同埋千秋可以玩啦。呢個公園叫大象兒子公園啦，因為咧我睇完之後發現咧呢個公園好似大象。有隻蝎子喺上面，同埋三粒钻石喺上面，同埋呢个公园有一个千秋可以摇嚟摇去啦，同埋一个滑梯啦可以上落去咯。我希望大家中意个公园。